什么狗最干净最好养？现代人大多处在快节奏的生活工作中，遛狗陪狗的时间被压缩，那么干净好养的狗往往是优先选择。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五大干净好养的狗的品种。五、小鹿犬。小鹿犬因形态似鹿，又名鹿犬，原产德国，天性天资聪慧，个性活跃，对人类充满热情。虽然它不是吠叫，但警觉性仍然相当高，是很好的家庭犬。四、泰迪。泰迪是贵宾犬的美容造型之一，本身是不易掉毛的体质，容易打理，可爱的外形加上喜欢亲近人的个性，泰迪一直深受年轻人的喜欢。三、雪纳瑞。雪纳瑞个性勇敢警惕，同时也是驯服的，它非常友好聪明，喜欢取悦主人，喜欢人胜于喜欢同类，是非常适合家庭饲养的宠物。二、法国斗牛犬。法国斗牛犬性格安静，极少吠叫，非常适合城市中公寓饲喂养，并且不需要经常梳理被毛，容易与别的犬相处，既是优秀的守门犬，又是乖巧的陪伴犬。一、约克夏。别看约克夏属于长毛犬，但其实它并不容易掉毛，并且由于体型小的缘故，也不需要太大的运动量，对主人热情忠心，对于陌生人则退避三舍。